694S 交通频道，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一起坐全新路线X9啦。有排等佢驶入去呢个 VUB 啊，真系啊！X9喎，阿伯转唔转过嚟啦？用车今日，今日睇下呢个新路线下就有你啲。嗰度转，头先我都唔熟，夠包喎。阿伯啊，可唔可以食？都十幾個點喎，三點食住到啦。十幾個大部啊，大部啊，大部就係唔係三點食，大部點咯？係。
車。我現在發現阿水已經開始競爭了，跟這些發展公司什麼發展公司。
所以他们三把。
多選擇咯，佢哋得
七廿九去到翠翠怡花園可以轉五百又得。因為搭車咪去到粉嶺，即係坐高飛咗轉城嘅，咁就咪就冇轉城啦，咁樣就慢直咯。可以睇下邊度，即係睇下頭邊度啊。Thank you.
站大埔舊空調落場。乘客可以在一個站落車，小城的八號線前往風景花園和沙田第一站。使用八達通電子支付工具的乘客可享免費優惠。Passengers here want to pit stop and interchange with ECH to Rivalibar 131 Shatton. Interchange discount will be offered to passengers paying by optical three payment method. 乘客可以在这个站下车，换乘第一八路，前往丁景花园和沙田第一城。使用八达通或电子支付工具的乘客，可享车次优惠。Next stop, Wiltshire Estate.
烧金 sports ground。下一站和沙村沙田运动场。上翻公路。你有上翻去？跟住再上。应该不会再行公路了，不会啊，上第一站。跟住去沙田嗰嗰带附近嘅。沙田附近有乘客可以喺呢一个站落车，步行前往对面和斜村外嘅巴士站，转乘七九八号线，前往火炭工业工程信阳，使用八达通电子支付工具嘅乘客可享免费优惠。冇咩新鮮嘢，成日都去嗰啲維多利亞港。
翻得唔得？係啊，仲要搞掂佢啦。搞掂個龍就去問你親戚嗰啲，搞掂個好靚，而家啦，一半一半好多嘢都。我就係喺度諗，如果我真係我喺度諗，萬一我啲親戚，即係。我媽啲親戚嚟到呢度，即係第一次嚟啊嘛，即係帶佢嚟前啊，下沙田啊，我就諗住帶佢沙田八成王，少人去，但唔係我八成咁多嘢，嗰個嘢行，呢樣玩啊，冇嘢玩嘅八成我有，十四香港段又未開嗰條沙田，又未起好嘅十四香。起好咗，好鬼好靚，仲未起好。因為已經有巴士都進駐啦。係啊，整定先啫，應該八十幾嗰啲手機嗰啲整定。下一站咪係沙田。斜穿。哇！斜穿，又係我哋兩個嘅地方。巴士車而家開始入咗潮州嚟，我上次拍拖唔知變咗個新巴標誌，冇曬啦！而家準備油嘅咯，嗰啲成嘅，仲有啲嘅成巴士啲巴士咧，不過少見咗噶啦，而家都想工作。一轉內地冇拍咩片啊嘛，咁你可能之後會唔會定期出片咧？最後定時間啦。我咁咁都俾你食到下一二三。你呢啲似係巴米啦，呢個樣。嚇！似係巴米。別釘咗啦，九百九。太長了，唔知邊啲難記。
别的朋友们。下一站，力源村元和路体育馆。Next stop, the United States Union Road Sports Center。下一站，力源村元和路体育馆。应该戴翻少少先。如果有人系几落吹嘅，系听佢啊，波浪嚟嘅。叫嗰啲汽車行黐線嘅咩？太貴啦，貴好多，貴好多啊！九個幾啊？未俾正價咧，啲車我就半價啫，我唔知好似某啲都全價，半價。半價咩？唔知啊，再睇下咯，睇下。City bus、城 bus、機場快線嗰啲就冇啦，沙。車公廟啊，下一站。車公廟。二百七十四啊。以前我都
本書啲都見過呢啲。下一站車公廟。係。是寒城。下一站車公廟。而家做訓練巴士多過呢啲。我覺得如果你話得相嘅話咧，我就建議大家，如果你話得相，例如喺黃浦山，例如喺走一次去參加 A 啊嘛，你可以參加 A 嘅，揼下呢條39轉 B 八都 OK 嘅。喺大埔啊嘛。下一站大埔站 ，next 大灣區。大埔站。下一站。等你影張相，一個鐘。哇！其實啱曬啲住喺後山啲兩個。點解佢當初我當初我有時叫你送佢，我唔聽。有時咧，走咗仲搞到吞大成咁，我遲啲去坐喺度。即係邊度入四廿半先？四廿半 X 喺邊度咯？打黃嘅，十三六 X。你搞咩啊？我就怕火車去沙田嗰啲再轉咯。哦。再轉二六三，跟住再轉啊，梯華嘅嗰啲六字。啲咩入啊？睇下有咩情況要都要順路咯。咁好啦，你跟我去搭火車，跟住咩事啊？咁多人嘅，我黐線嘅。我哋已經到達出站架落車時，請緊記攜帶你嘅儲蓄物品。多謝請搭電巴，拜拜。你嘅電巴儲蓄物品 ，Please make sure all of your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in the bag. Thank you for traveling. 拍張相先。咁多謝各位觀眾嘅收睇啦，估下一次老師係乜嘢啦？今集時間又嚟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